9月26日，全能偶像王一博惊喜亮相某品牌代言人签约发布会。作为新晋代言人，笑与不笑之间是两个极端的王一博，在发布会现场展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，开场就奉上了一支令人震撼的舞蹈，体现出专业舞者的水准。而作为最具人气的新生代偶像，王一博也是集优质演员、天赋舞者、游戏男孩于一体。听说最近王一博就接了一部电竞题材的新戏。我现在在拍一部以电竞题材的戏，叫做《陪你到世界之巅》，角色是一个电竞玩家的一个角色。当然，影视上新戏不断的王一博也不忘在音乐的道路上停下脚步。音乐方面的话，尽量每年都会出一些音乐专辑或者是新曲。风格的话，可能主要以那种跳舞的那种风格去走，然后但是也会按照我的心情去走，可能我想出一个抒情的，也会出，就是比较随机一些吧。芒果捞新闻，这么优质的爱豆，你还有什么道理不喜欢呢？报道。